集有点上菜，对，很好，上菜的感觉。欢迎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夜市王的官方网站，一起留下你的评论。然后志伟哥也一起玩。吵架吗？应该不会了，因为他也听不懂讲什么嘛，没错。因为梁梁是非常好的，梁梁他有他自己的风格。我觉得无论主持也好，评审也好，做节目就是每个人必须有自己的风格。对啊，对，那他是做他的，他很有个性，他不喜欢，他不怪，就不理人家，能下不了台，他讲就讲出来。可是他会呛你。对啊，会叫你，这样还没有吵架。而且有帅的来宾来，他会叫你走开。对啊，就这样，对你不太礼貌、哦。那个志伟的位置会从中间越来越偏了，已经靠近摄影师的位置。在边境，放到边关去。被贬谪。所以有特别帅的，那个夜市。其实他 taste 没有那么好，没有特别帅的。有帅到露露去跟他要的，对，哎，对对对，有夜市，有夜市，还有特别去要，然后还有真的有联系上，有，有一些外国的摊贩，他有阻挡一下，外国人，你有阻挡一下，你为什么要阻挡？对，我在他旁边，因为这就是我说，就是我在那边跟人家要联络方式，要到一半，然后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他下来提醒我说，哎，要上去了，然后我就说，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管我？我们都过这么久了，你还没放下吗？对，莫非你这心里还是存着希望？你放屁吧！你放下吧！哎，好爽，好爽！志伟哥，你真懂男人的心的。哎，他为了接这个节目，放下吧，放下吧！他放下了吧？为了挽回，我真的有想要挽回吗？没有，我想挽回一些主持的工作。就看到那名字，哎，把他打的没有，还是加价，有加价。我就是因为想说有他，好好来接看看，看他敢不敢接。来呀，正直球对决、啊。我接的时候就想说你应该不敢接吧，没想到你也敢。不可能现在谈恋爱吧？这个叫翻旧账，这个翻旧账。电灯泡忘了让你坐中间。娘娘，我们后来庆功宴的时候才发现，娘娘终于说真心话。那天志伟哥你没有来，他说娘娘说他真心真的想交往的人是美丽，美丽是他的菜，很棒吗？等一下，不用全部，而且我们怎么选呢？就二选一，怎么选都是美丽。对，就是周汤豪、王阳明什么都被淘汰，春风都被淘汰，那最后选是他。对，完全不懂他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他结婚了，有小朋友了，有小朋友，有他吗？你要当小三就对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他要算小三还是小王？你要算小三还是小王？小王，小四、小五、小六，难算了，这下难算。我们这个关系很复杂。美丽的魅力在哪？你这样问对他很这个问题很有，不会是美丽的魅力？你讲，是你讲，而且他超凶的。你觉得美丽魅力在哪？有只有我自己看得到了。他很照顾我，真的。就喜欢照顾庆功宴，要送他回家。因为我们评审的时候，我们吃东西很烫啊，他都会在那边，就是帮你吹凉哦。不，你也不当吹凉。徐姐的吹，你是那里？哎，不可能，一个节目有三个东西，两档面重，真的。更重要，两档面重。这是恋爱综艺，就如志伟哥说的，这个关系很乱，很乱，很乱，演艺圈很乱。庆功宴是他载你回家的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想啊，可他不愿意、啊。没有庆功宴，我跟你讲，庆功宴其实根本现场已经没有什么酒，他一直追酒，一直追酒，一直要装醉啊，美丽大哥。所以我开一点清淡的，他根本不喝酒，他输都是我在喝。对，副对，哦，你帮他挡酒哦。对，我们很贴心嘞，对呀、啊，他因为他爱他吗？他想把他灌醉，一直输，就是一段关这边关系的结束，就是另外一段的开始。对，我们是线上祝福，好像你们结束了，对，早就800年前，哎，回来夜市玩，有情绪的，今天要播了，今天要播了。参赛者很帅，可是很难失，我还是一样给很低的分数。嗯，对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他完全没有被美色迷惑，没有，你很棒，心里都美丽，哎，一定的啦，暗通款曲，
错没错没错，不是娘娘的心态都吃不到就毁掉哈，好可怕哦，得不到就毁掉。对，那美丽的手上，哎，他正在毁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他那你现在跟就感情状况好，有下一步的打算吗？下一步是结婚啊什么的？没有，哎。先拿铲子出来，我吓一跳。铲子，对，会不会是来祝福？祝福你啊！对，因为美丽的下一胎，对对对哇，真的又怀孕了。这是小红帽的故事吧？